喂，听得到吗？喂，听得到啊？怎么啦？想你的夜啊，现在才下午而已啊。嗯，你在开台啊？当然啊。有没有看到我这把智慧球？干嘛？怎么了？吵架了？什么吵架？不是，你怎么会下午开台？不知道我怎么不能下午开台？发生什么事？中秋节吵架了，还是怎么样？不是，中秋节要帮你吹啦，靠腰。你怎么可能会下午开台？发生什么事？我大家坦然于心。不是，我这几天没事啊。哎呦，你这几天没事，我还想问你哪几天有事？这几天没事，讲到我平常很忙一样。不是，话不是这样子讲啊，发财。